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剃的一批肉啊是120斤啊，这个儿有点大。哎呀，这猪是不是特别肥呀？这个肉可不肥啊，来往这看，咱们先看这个里脊，又粗又大。这个看这后腿特别饱满，一看就瘦肉多。再看这个肥膘啊，这是一指的通膘，这个肉剃出来绝对不肥。来往这看，咱们先去里脊啊。你看这条里脊有1.5斤，又粗又大。是，看这个下串，来，就这么一点下串，所以说这个猪肯定肥不了。来，咱把后腿拉开，上砍刀，哎，来后肘，看这肘子，哈哈，尾骨。咱把这后腿拉开，看看真肥假肥啊！来，看肉疙瘩。哎呀，不肥不肥，不肥吧？不肥，一指标到地下就没肥肉了。你看这肉疙瘩，相当漂亮。来，剃排骨，画个轮廓。那排骨个可是大啊！喂，嚯，这个排骨就17-18斤吧，哈哈哈。喂，来拉开五花肉，同级，哎，看里边，看里边，还是一指的边，喂，哈哈哈哈。拉开五花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第一根排骨后面是软肋，来来来来，看这五花，全是层层，硬肋，你看，花肉不错吧？哎，来剃前腿，先去筋膜，看这前肘特别粗，你看着吗？对，前肘上除了这个皮就是瘦肉。上面就是梅花肉，下边扇骨。撕扇骨，哎，月牙骨拉下来。来，咱们看一下这梅花肉啊。这就是梅花肉。来，看这颜色。哦，